成人疫苗选择多，医生同你讲清楚。带状疱疹疫苗大概有三分一人会生蛇，生蛇时会痛不欲生，不过打了疫苗就可以预防了。 HPV 疫苗子宫颈癌可以致命，除了二十几三十岁之外，四十六至五十岁都是高危染病期，所以中年人都应该打 HPV 疫苗。甲型肝炎疫苗，甲型肝炎如果恶化成急性肝炎可导致死亡，但现时并没有药物可以治疗，所以打预防针很重要。肺炎球菌疫苗，肺炎是2013年第二大杀手，除了幼童和长者外，50岁以上成人都是高危族群，相关人士应该打肺炎球菌疫苗。还不快点咨询你的家庭医生。